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耶、yeah, ，来了，终于来了，应该不用介绍了吧？有看我的，一定有看他，有看他的，多多少少有看、啊，也一样，对不对？对，阿慈啊，我们今天欢迎阿慈。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下这个一日小狮汽车员工嘛，会参加这个节目都重量级的。上一次是台哥嘛，有我这个荣幸、啊你。你那个 level 有没有？马上就拉起来，跟台哥一样。上次是木哎、欸、一样高，你讲的，我没有讲，我不敢这样讲。我先同意的。毕竟这个阿慈呢，他也是这个知名的二手车商，对不对？今天来让他体验看看。哦、我们小狮汽车到底有多严格？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啊，也会收到很多的这个私讯，说哎、欸、有没有缺人，有没有缺人？然后我都讲说，我跟你讲，你不要看表面上影片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我们这边上班硬得很啊。好，没事，啊、应该经得起操吗？应该是还行啊，还可以，对不对？我马做起来啊，没修多操，乱操，对不？其实车行的哦，这辛苦的地方呢，天气热，天气冷，该洗车你还是得洗。你不要看我们这天气冷几度，在洗车那个手都，还是你都没在洗车？我有啦，从出道没洗过车到现在。哎，有，好鬼呢！啊，有，我洗两年，有洗两年，我洗两年，我们第一关。我们先去洗车，好，先看看你车洗的如何，先验收我的洗车功力吧。哎、欸，来小狮汽车上班要先洗三个月车，你不晓得吗？三个月还好啦，我之前洗两年。哦，你洗了两年，每天洗两年，十六岁洗到十八岁，你动作泰国洗啊，那里是，这个要把车当成女孩子一样，啊，呵护的对吧？那在阿慈的影片里面有看过他洗车吗？我好像没看过呢，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拍过呢，所以你看这是。哎、欸，搞不好不会洗车嘞。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重点啊，直接进入重点。我们展现一下，你是会的、欸。话不多说，不是出一张嘴，展现实力啊。好，用实力说话。Let's go。哇，那叫老板做一件很基层的事情，会有这种感觉。我还没输叫蔡英文扫拖卡呢，你这种尴尬啊。哇，就进去了。哦，哎、欸，酷水没坏呢。哎呦，等一下，拿洗车枪的这个酷水还不错哦，还不错哦。我跟你讲，我们这边就洗完之后，我们要敢自己用舌头舔，这样就好了。以前当兵那个学长叫你刷马桶，要刷到说你要敢自己用舌头舔。可是我刚刚问学长，你不晓得？学长说没有，不用舔。我猛鬼了啊！哎、欸，要学哎、欸，他这样拿还可以呢哈。应该吧。啊，继续努力啊哈！我等下来验收。好，我等下来验收，我等下来验收。罗哥，你刚刚过来帮我刷下车子。你要这样顺一下，阿伯嘿。哎、欸，阿那给一个，买一送一。看他走力到啥样子？我要求啊，哎、欸，我今日来上班，啊，你搁带一个走力安尼哦。哎呀，阿那我应该高兴是不是？出点马路啊！你继续。哎啦，哎、欸，弄到最后怎么会变成买一送一呢？哎、欸，刷干净啊，刷干净 啊！是，等一下来验收啊，等一下来验收啊。请你来洗车，你只要你生水鸳鸯戏水哦、喔。无啦，我给他体验一下啦。伊讲伊上热啦。太热，哇，要求啊，哎、欸，女生会热是不好，会燥呢，爱透一下呢。不是啦，哎呀哎，快点洗一洗啦，哎、哦，洗个几点嘛，洗两只。拍水。嘿呀、啊，你别来验收啦。等，别好，别好，拢是你啊，你看，扣头个名哦、喔。真好呀！是啦，哎、欸，哇，哎、欸，拢走力咧说哦，啊，枪也别冲啊，
要死了！啊，我请你，你请伊啊嘞！啊，我分油啊！快点，老板在吹了，快点嘞！冷天还冷的，我刚请一个董事长来呢。是哎，现在是一日车行员工还是一日车行董事长？兼具啦，啊，兼了都有了，哎啦哎啦，啊，我真正分油啊！啊，紧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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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客别看，紧嘞。哎呦，差不多了呢哈！有啊有啊，有光啊！你看，终于看到是你在，有没有看到自己了？有没有反光？可以啊，怎样？可以，你点错只了，你点到摸的那一只。好了好了，我来讲，我这车本来就金咩啊，你现在试试好啊，卖底下硬啊！我跟你讲，真正的难题来了，下一关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环节，鉴定中心是吗？鉴定鉴定，我们要通过八八分鉴定的考验。所以我已经提早跑了三个月，我这关过了。哦，我给你浓缩再浓缩，铁链再铁链啊！啊，精华两个小时就让你到下一关了啦。OK 好不好 OK， 要不然这个阿慈这个通告也是很忙的。我们去下一关走。来啦，这个是我们每一台车进来都要做的。嗯，第一个。采购车辆采购资料表，你要去这个把有换过板件的要写出来哦，然后用这个，你在这上吗？筋膜仪，哦，不是在量长度。如果有露珠有金属的话，它会逼啊，没有露珠东西细胶。哎，我逼啊呢，哎逼啊呢，没露珠啊，这边有显示哎，88颗，这个是筋膜仪哦，就是在要把它贴上去，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车有所掌握。阿慈本来就对不对 ？OK 的嘛 ，OK 可以，还应该是可以的。那第二个呢，检查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建议发包哦，你觉得外观？要怎么烤漆啊、哦、对不对、哦、还是说你觉得哪边要增加什么配备啊、哦、哪里要翻新、哦、就把这个建议发包整理的事项把它写上去、哦、OK 那转交我们的发包人员把它弄得漂漂亮亮我们要跟下一个买家对不对跟他讲哎有换过哪些板件、哦、啊主结构有没有受损、哦、没有受损我们就给人家保证要透明是 OK 的会浪费吗会浪费有信心，放心，有信心，绝对有放信心。好，来了，对哦，对哦，这你放心。交给你了，好，我等下喊你写。好 ，OK，OK、OK OK、吗 ？OK， 我们分工合作一下。好，分工合作。哇，哎、欸，在助理呢，我第一届请到王刚，哎，搁带助理的，我的问题哇，好，测验开始。开始。哎呦，这边有做过。109 238考过漆这个也考过对这边考过漆都量好了吗量好了看板件 OK 只是有喷过漆应该是这边之前有喷过漆然后废漆飞到这边这边摸起来粗粗的酒前列有拆坏只是有拆卸痕怎么样？到哪里啦、啊？差不多了，老板。看一台国产车要看多久啦？下午茶哎，大海，我要不要讲？要补充蛋白质啊！你看，男生蛋白质会流失，你知道吗？啊，你其他一起怎么会流失的、啊？哎呀、啊，都不沾皮嘛，会流失。进来，进来，进来哦！快点，还有八包呢，你板件还没看完哦。那看完了，看完了，老板，那 OK， 内铁换过。内田换过，结论这台车有没有有换过什么板件？左前叶啊，内田毛花了，内田毛花啊，来提一下左前叶。好 ，OK， 没有问题哦。果然哦，带个助理哦，就是不一样哦。助理还会帮忙装边条，不是他帮忙写，我帮忙看。然后，既然我们看主结构是 OK 的 ，OK 的，对，没有错。那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看说这个建议整理的事项。如果这台车给你整理好，你会想怎么整理？就交给你下一个环节啦，好不好？我继续去下午茶了，来继续补充蛋白质啊，加油啊！八包内容就是要看有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嘛，这我专业的啊，先从内装开始看，从内看到外才不会乱。你坐副驾驶，
来跟老板报告一下，搞定了是不是？啊，我们搞定了。我请我助理来报告一下。不行，你自己讲，我会被。哎呀，我们这台车回来整理要整理哪些东西？我觉得轮框嘛，建议更换21寸 Rise 的。大概多少钱试驾？15-16万，差不多15-16万。差不多啊，轮框啊，15-16万，修了修了啊，15-16万，修，锻造。刚刚有警察倒擦车皮，擦车皮差不多啊，这个安全的东西，我们这个要让顾客回去，开得快也刹得住，对，这合理。刹车他会跑了嘛？我们换 Brembo 对视的，对视 Brembo 对视大概多少钱？对视8万块差不多，8万块差不多，哇，你要写一下价，哎，把小米8W， 你看油漆是不是？这漆不行，我们为了要有卖相，对不对？我们要。漆要漂漂亮亮的，客人才会想买。对，合理。混动孔开了啊，混动孔你也知道，老板比较贵，特殊漆，水晶漆。对，啊，火斑，啊，还有两个总量啦。好，还有两个。因为我们想说啦，以我们卖车的经验来讲，对，开马三的都会比较喜欢，哎，喇叭一定要帮他装上。喜欢听音乐。重低音啦，丢啊，重低音，10万块，好，10万块，啊，上啊，我你看起来这里算上上的，哦，来，对啊呐。我们建议是换上那个方向盘，赛车可以用。赛车的啊，丢，啊，这才好玩的，应该上上啊，赛车方向盘嘛就上的啊。我们两抓10000块预算啊，10000块还好，10000块小啊，差不多。比起刚刚那个，这个蛮便宜的。铝开罗，安全性的问题，所以铝开罗，哎，铝开罗算是基本款，大概4万。好，两张，4万，那有4万，有点高，啊，中国的哈，啊，中国的4万啊，矮了，啊，荧幕安怎修饰？太小，是无法支援现在的手机啊 ，Apple CarPlay， 对，8核心，77-49核心啊。8核心差不多了，8核心小小啊，我在，蛮亏扣你，蛮小啦。啊，你也知道嘛，我们音响、安卓机都改了，对，气氛灯不能。啊，我在，哦，还会随着音乐啊那些变色，频率亮点。啊，那你又来哈？77-49色，对，处理迄早话再改下去，不要紧。这我去找厂商谈啦，我用你的名去讲就好啊，业配嘛。我的名干哪有法度换掉？换掉气氛灯尔，干嘛换迄个较贵15万呢？像排气管，我们是选用 FI 钛合金 APG 啊，钛合金的呀，对，一定要钛合金，钛合工坊的嘛，哎，还是没水壶的，他是钛合金啊，钛合金，哦，等下来，你怎刷呗？哇，给我冲到嘞15万的啦，哦，2万的啦，哇，这加起来30-40万啦，哈，整理起来保证漂亮。一定卖得掉，啊！要卖多少？来，这架修等了10几万呢，你给他讲这台经理后要卖多少？我们是做二手车的，我们也要考量到这个行情，对不？客人买的爽以外，我们还要赚的爽。蓝教你安尼开起来，这台车你是按算要去报名那个叫做力保的哦。我跟大家讲，如果车行哦，像阿慈这样处理，我看每2天变博物馆，店里面啊摆满了各式各样漂漂亮亮的车，没有一台卖得掉。这个哦，虽然有节目效果在里面，但是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呢还是要用正常的方式，哎，下去整理。哇，无那叫安尼开起来，要求啊，迄台台车真正敢未输要去拍电影。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很骨感。我跟你讲。下一关呢，我来教你们怎么样销售。我们的频道也很多同业的同仁都有在看，对不对？看一下阿慈小师，哎，怎么卖车的？接下来呢，一个你花钱也学不到的课程，因为小师还没有开线上课程。好，等我快跑路的时候，我再来开线上课程学一波。好，下一个环节，走。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Avir。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好了，接下来是算最后一个环节了，最重要的课程要接触到这个客户，对不对？要怎么销售？你觉得你在卖车，你会注意什么？要接客的时候，我们最在意的是能不能决定当下，今天能不能决定？所以能决定，我会用一些引导式的话题，我不会问他说：“哎，当然你刚才干嘛都做到底？”我不会叫直接这样问，没有那么直接啊，闲聊。那当然你有炸鸡。啊，不是这样，我都要看这啊！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小师汽车的这个销售啊，其实很简单。刚刚虽然跟大家讲说是一个很贵的课程，其实啊，没有什么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于以客为准，客人回来呢，我们只是一个这个服务员，客人有什么疑问，我们就帮他解答。
啊，不要骗人哦，你可以不知道啊。客人说，哎、欸，你觉得这个引擎状况怎么样？我跨博呢？啊，也不是，也不是，我觉得还不错啊。我们的车都有经过一连串的检测啊，刚刚你检测过了嘛，对不对？对对对。那要相信这个鉴定部门的同事的检测，啊，不要打包票刷车，不会听正的。对，还行。我保证这回去都不会坏啊。没事，这种话不能讲。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话术，你就直接用你的真心，把你的真心拿出来啊。他绝情你也没办法。哎，我带客人如初恋，客人虐我千百遍，好，那也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把真心奉献出来啊，不要骗人家啊，这个爱买不买随便他啊，不是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哦，这个有缘呐，我们是佛系卖车，客人哦不一定要跟我们买啊，不跟我们买也没关系，出去给人家变活该。啊，不是啊，对，不是这样的心态，随缘呐，合得来，好、哦、再买就好了。对对 对, 對，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如果这个有客人呢，就让你们做一个实习。哎、欸，刚好有一组客人来了，哦、待会这个客人就让你们实地去演练一下，好、哦、看能不能把它处理得服服帖帖的。好，好不好？哎，实习环节，接客了。他刚刚说的重点就是要尊重客户。嗯，如果他今天看我不喜欢，喜欢给外面骗，骗我看。对，好，懂了，了解。了解。哎、欸，小兄弟，看看看，哎呀，看车吗？哎呀，你有没有抽雪茄啊？不服用。是这样子的啊？哎，是。最近啊，哎，我刚刚从这个对岸回来，哦，想说呢，来找个代步车。代步车是这样子啊，我以前啊，保持立领有没有？保持身份地位嘛。哦，你也要立一下。哦，是不是？哎，对，有。我们这个我也有地位，从来啊，没有买过二手车啊，你知道？二手车，穷人没钱的人在买的东西啊。这一次是因为这个临时回国嘛，哦，短时间啊，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一边的这个叫小试汽车，小试汽车，这个口碑不错啊，合理，很好，很好啊，请我来这边看看车子。对，老板，您的行头不错，哎，多多谢，多多谢，手拉包的狗头编织手拉包，对对对对。那因为我本身啊。啊，我是开保时捷的啊，您看，你看我这个帽子有没有？我听人家讲，你们这二手车水很深是吧？啊，一点都不深，找小吃一点都不深。对，不深。啊，对对对，您找对了。没有关系啊，我们是不缺一点钱啊啊。不缺钱是吧？对，随随便便了、啊，好不好？我们简单就好了。这个手拿包里面，你这一台怎么卖啊？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地位吧？啊，代步嘛，我们这是代步车，没关系嘛。哎呀，这个车，对，这个车也能拿出来卖啊。老板，你有所不知，我们不要看外观，外观都可以整理，是不是？我们看内装，内装内在比较重要。我们看的是看内在啊，有没有？哎呀，椅子都塌了，这嘛，哎呀，这还能坐吗？这使用情况难免，啊，车内不能吸烟，我帮你先拿一下。哎，臭臭的，你不要拿，会有油臭味。哎呀，这椅子塌成这样，来坐看看，坐看看。哎呀，这个。我这身份地位，你这哦，我走，对不对？是不是？哎，你知道我这衣服，哎，古驰的，搞不好买起来比这台车还贵，是吧？那这车怎么卖啊？我们有金价，我们球员啊，球员是球员，不讲钱啊，不讲钱啊，不，58.8万。我这个车现在台湾车这么贵啊？对呀、啊，那台湾的马自达特别的贵。不是，你知道的啊，以我的身份地位啊，我们不是在嫌这个58万太贵。对啊，你放心啊，我买东西啊，没有在杀价。哎呀，好啊，你可以放心，好不好？是啊，我只要看了喜欢啊，哎，多少钱无所谓，58万这个是随便手拨一拨啊。这样 就 OK 了，好不好？啊，那这个车有没有这个曾经这个事故过嘞？啊，事故是难免的啦，难免的是吧？看是轻微还是重大了？啊，这是属于轻微的。哎呀，对啊，多轻啊，轻到什么地步啊？就左前面叶子板换过而已啊。什么什么什么板？来，我带你去看。好了，什么板？什么板？小心！哎呀，没有关系。来停。啊，是不是？哎，换过了。哦，用敲的就知道了。哎，我们二手车专业了，这样。啊，声音不同。那怎么会去换呢？这个是不是曾经这个有人骑这个摩托车撞了，飞出去挂掉，会不会啊？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放心，我们绝对不卖那种身故车的。我们叫身故车是吧？这个就是上次有一只小鸟，哎呀，前阵子有洁癖哦，在这边拉个屎，他就把它换了。我拉屎就可以换这什么板的？停那个叶子板。这么慎重啊？要吧，要慎重。这个我们看的也差不多了哈，不是钱的问题。您刚刚说多少钱呢？五十八万八千元是不是？啊，
那我这个是这样，我可以帮你磨个疤。我们对对对，你这个是小伙子，就是知道我心里要讲什么。哎，对，我们这个58.8万，我们就是不是缺，不是要杀价嘛？你懂我意思吗？我懂，我是那杀价，那点钱就在我身上，对不对？是他自己讲的啊，对，他拿掉嘛，好，他拿掉，他就50万元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吧？好，对，也可以了，啊，就是50万元是吧？可以，也可以。这小伙子我喜欢，啊，也好，啊，这个叫做这个干脆啊，说拉泡屎就换叶子板，实在，好，好，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没有第二句话啊。那请问一下哈，最后一个问题，哎，那可以全额带吗？哎，好了。今天很开心啦，玩了一整天，真的早上玩到下午，真的。哎、欸，真的是早上玩到下午，要晚上了，差不多了。对啊，以上这个纯属节目效果，阿慈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合体一下，对，之后希望可以常常合体。不要你来，等一下又是投诉，我又被处理了。不要，少来。来这边准备我们的商品，眼镜，这个是什么？这墨镜。哎、欸，我来破下割一下，破下割一下。保湿力啊！哎呀！上班了，我手拿包，哎呀，没事，没有包，你要自己假装一下，没有包，哎呀，老师上课啦，上课，哎呀，又有画面了，对啊，你刚刚你伸懒腰一下，帮他做一张封面照，这样，哎。把番号顺便也编上去。番号，这个同款眼镜啊，我们虾皮有卖，你看到没有？嗯，男的帅，女的正，女的正，瘦脸神器，整个气质都起来。瘦脸神器，非常推荐，戴了马上上封面，有没有看到？可以，好不好？那这个有机会多欢迎你们来玩。好，好不好？今天很开心，一定玩得很开心啊，玩了一整天。嗯，好，那这个也请订阅我们阿慈的频道跟我们的频道，喜欢影片要记得订阅我们两个频道啊，下次见，拜拜。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